就接着打扫，我拿点东西我就走。你落的啊！我是你的头号戏迷吗？好可惜啊，现在唱不了了。没关系的，天佑，你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的那个罗伯特医生吗？他马上就要到东江来了，到时候我带你去看嗓子。谢谢。跟我还这么客气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生哥不好了，快去看看吧，木露姐她出事了。疼！摔成这样啊！疼！轻点。怎么搞的呀？我脚下一滑就摔倒了。那这还能站起来吗？这秋上网正好请假回家。你说今天晚上跳舞吧，本来就指望你一个人，还摔成了这样，你说怎么办呀？算了，梦露也不是有意的。双姐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已经找人去找美丽了，让她今天晚上给我们救救场。双姐，双姐，美丽姐说她今晚不能派人来帮忙了。她说什么呀？她说新路馆的胡奇最近每天派人盯着他们那里，姑娘们一听说要来美高美，谁都不敢出来，怕被找麻烦。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知道了，下去。你说现在这兴隆馆真是越来越猖狂了。双姐，那我们今天晚上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姐，怎么办呀？是啊，真的是怎么办？是啊。你们都别慌，我再想想办法。靠我干嘛？你来。我？当然了，你有舞台经验又会跳舞，你要是不行的话就没人行。哎，我大家听着啊，你们赶紧教他这个舞蹈动作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快，哎，动起来。罗福生，我不会。罗福，能行吗？我。真觉得这女孩条件不错啊。形象、气质，还有这舞蹈功底，都还不错。有做明星的潜力。别说，天音这个姑娘有点意思，还挺机灵的。你的眼光果然独到。那当然了，她最擅长的就是救场了。